曲现场 play 下去，手脚并用直接跳起来。歌手吴克群发新专辑，这首新歌《时光机》超级洗脑，或许你早已听过，因为世界太乱，人心太乱，我要时光机，我要带你回到那个回不到的未来和过去。从王心凌、张栋梁到戴佩妮，吴克群也跟刘畊宏夫妇合体，影片有高达5000万的曝光，就连顽童也加入战局。不可能，再会，谢谢，真的，谢谢，大约，谢谢，怎么可能？短短几秒片段笑翻大家，但打开他的 YouTube 频道，几乎半个演艺圈的人都在跳。东西就是会让大家很开心，而且跳每一个人。发现的时候就会发现跳这首歌没有负担嘛，他就是前奏一放，然后他就开始很自然的脚会离地。吴克群身为原唱，看了这么多人跳，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几组。我跟栋梁还有心凌一起跳，对，因为那个就是真的好像是大家在玩，因为还是栋梁提起来说你不是要跳，然后我说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跳吗？就是那我们穿得很邋遢嘛，然后就很随便的，可是那样很自在。这回回归华语乐坛，耗时1年多制作歌曲。吴克群说，这张专辑就像一场公路旅行，要让歌迷们一边听一边感觉到满满放松，踏上音乐之旅。TVBS 新闻谢文祥、徐云婷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